80岁还要上海拔1000米上的去采茶呢。成山嘛，没有安徽就成不了山的，就这个意思。哎，安徽的盐山呢，你像那个胡曲，你知道不？胡曲园就那个红顶山人了，胡曲园就是我们这边。冬天呢，黄山是肯定要下雪的，每年的冬天都要下雪。那么北方人一般呢都是不会下。地名，这个这也是一种有一定的格局的嘛。这个地方村子叫下双坑，这个村子叫下双坑。那这个房子叫徽派建筑，这叫烽火墙，也称马头墙。这个你看这个头像不像个马头一样的翘起来的？而且这个房子嘛是防风防火的，为什么叫烽火墙？就因为他们防风，因为山里面风大，很容易把瓦吹了，它这两边竖起来就防止风的。而且这种房子呢，就是烧了这家房子，肯定烧不了这家的。那它竖起来的嘛，隔壁这家烧不到的，它属于一家就是防火墙。我们本地人也叫烽火墙。那这是什么墙？那一般都是依山傍水墙，叫双顶隧道，有5米长。这个洞里面是冬暖夏凉的，你把手伸出去。必经之地嘛，你看远看像个桃子，这个桃子是没拉的。不过这个一给我看，我也不知道哪里想。